精彩与混乱的地方。我可是好奇很久了。白沙的神权时代翻篇了。尼可之宇宙战争持续了数万载，为什么只有冥河走到了今天？因为我们有您这样伟大的神。他闻一声卡尔的气息，卡尔将虚空说的神乎其神，不过是用死亡去改变生命的形式，从而获得永恒。让高阶文明彼此信任，在不断的战争与质疑中，思想才能进步，他们的思想也就渐渐成为其他文明的主导，乃至主宰。我是天使之王，就因为冥河有你们这些臭鱼烂虾。王爷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后面加个王。为了梅洛天庭，请拔剑而战。罗浩辰，光明之子，爸爸是神印骑士。神印化开，妈妈是神秘公主。魔神皇陛下要见骑士圣殿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。天才榜第一，弟弟，你刷新了记录。无意中救下的少女，竟然还是此刻圣殿的轮回圣女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他的。可以啊，堪称史上最强开局。不过要做我夜华的徒弟，还是要试试你的胆量。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高举长剑；哪怕直面魔神，也要誓死冲锋。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吗？有勇气挥出你的剑吧。上剑，孩子们，骑士的十大守则是什么？谦卑、诚实、怜悯、英勇、公正、牺牲、荣誉、执着、仁爱、正义。你是否明白了何谓真正的骑士？为守护人类而战。花寒露，团香雪，玉阳陌上，多离别。去学宫，学好本事再来救我。你又要引起血雨腥风了。江湖大乱，可能要提前了。苏白衣已拜入学宫，如今是我学宫弟子。太弱了。选择从来都是多余的，
路永远只有一条，人朝前，剑朝前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雾里看花。我问你，你去南方干嘛？找清月啊。清月，你答应过我，在狩猎旗上，这辈子至少要让我赢一次。但我们已经快死了呀。你要重新追一个女人，就必须融到她的圈子。目标人物出现。你好，我是清月。我们之前认识吗？当然，我是你前男友。只要你入学考试拿到次席，咱们就正式交往，怎么样？嗯。考试开始。三长一短就选短，三短一长就选长，两长两短就选 B， 参差不齐 C 无敌。白公子果然是个天子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真的要走了，那个丑女人说不定要回来了。她就是我的一条舔狗。那个丑八怪有这么贱吗？这女的够丑的，搞得我们天天欺负你。丑成这样，拜托你，原谅我一下吧。你见风不浅啊！长这么丑是得整整啊！你整容？你撒泡尿照照照，呸！哪怕一次也好，我也想被人期待和无条件的包容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是我的懦弱。活着本身就是风险。自卑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是我的这张脸。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摆脱风险的机会，让我无法直面真正的生活。我想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所以只要能变美，我一定要。这点风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变美。玄君剑主称尊大荒九州十万八千载，一招陨落，引起各方厮杀，争夺其至宝。徒儿已经为你守灵七日，也镇压了那些叛徒和死敌。君昔年杀我弟子，我武将至宝十方剑经，让你清算。区区小小宗门，还想趁火打劫？你喊捉贼！快走！哎哎哎！师尊裁决，一个个的就都按捺不住了。孽畜，你也敢来抢？一群叛徒，师尊留下的一切该由我继承。自今任性，我清堂当独尊大荒。待我归来，但愿你们都还好好活着，我的好徒儿们。Yeah.
踩过云，下被抓过鞭，海钻洞里当了把摸金校尉，也许还能遇到我的白马王子。他还是他啊，不管了，反正猫已吸了，鸟也遛了，还有可爱的小乖乖。他咬我。算了，不装了，我承认自己是个倒霉孩子，还是面对现实吧。嘿嘿，娃娃们开始上生存课了啦！记住了，在这里，鱼是长在树上的，船是飘在天上的，可爱的动物可怕，可怕的动物嘞反而可爱嘞。在这个以卡为生的世界里，神之魂是至高无上的，得到它的人可以掌握颠覆世界的力量。好奇怪的卡。陈木，你现在已经是神之魂的继承人，千万要保密。你刚才的技术是不是也能做卡影啊？天哪，木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啊？究竟是谁刚刚打开了神之魂？终于找到你了，陈木，又是你。华叔，你醒醒啊！华叔，真正的三星战斗卡，不会再有人敢伤害我们了。为了荣耀，世界的秩序是由强者制定的。成败在此一举。我讨厌人类。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妈妈，快点，吸血鬼要过来了。我以为只要忍着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你骗人，他都说要永远陪着我的。人类跟我们血族是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。我讨厌人类，因为他们从不遵守约定。双十大战此刻开始。游戏开始了。黑暗从光明中诞生，因素追求的绝对光明根本就不存在。魔外道，受死！皇子，
见陛下。是殿下，殿下。我们还是要尽快前往雷家，赶在敌人的阴谋发动前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那我们就尽快上路吧。不可以。我师父名叫新百草，人称药王。我还有一个三心二意的师兄，司空长风。从这层关系来说，我算是你的师叔啊。